各位马祖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医师医疗服务队队长。那我们每年都会寒暑假的时候都会来到马祖这个地方，提供这个义诊还有这个卫教讲座的服务，希望透过我们的服务，可以为马祖当地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医疗的这个看诊的机会，这样。